之 Steve。 最近呢，我们准备的观察员肥南多在美国基本上是被逼疯了，每天缠着我找我玩。那今天好有点时间，我和嘉文就一起来陪肥南多玩一个新的游戏。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游戏呢，叫做 NBA 你做我猜。那么每个参赛者呢，都已经想好了自己的题目，然后会根据那个动作来出和这个动作相关的球员或者场景的题目。那我们在开始之前做个热身的环节，就是放狠话，来放句狠话了。我的字典里面还没有输这个字。全能 ACE 肥南多，你做我猜不背锅，胜负不重要，出戏最关键。在我们三个人里面，我应该脑海里面的素材库是最大的，今天我也不会输。那我们就游戏开始吧。然后这个问题的话，就是是哪位球员在对阵哪个球队的哪一场比赛中做出的这个手势？ Steve。 啊，这个太简单了。这个手势虽然我现在只有一个手指，是六个手指代表六个总冠军，当然是98年乔丹打败 Utah Jazz 的时候拿到的第六幕总冠军戒指。没错没错。这个问题的话是，这个动作是哪个球员在完成一个什么样的动作以后去做出了这个庆祝动作。下面把动作做一遍。有人猜得到吗？你们两个差不多同时举手的，那就 Steve 吧。我蒙一个。Okay, 这看起来像是老詹投进三分之后的庆祝。对，没错，2016年的总决赛第三场的时候，詹姆斯投进一个超远三分的时候做了一个这个动作。你刚刚那个动作做的实在有点丑，让我一下子都反应不出来。所以这些题目答不对不是我的错，全是你的锅。我这整个一套动作都是非常简单，然后看你们谁举牌速度更快吧。开始。 OK。那么我现在这个问题后期要配个比赛原声了，就是哪名球员在季后赛绝杀了哪一支球队之后做出的庆祝动作？科比绝杀太阳。啊，对了，我先说一下这个动作的要点。这个动作的要点就是吐舌头，然后那名球员当时的额头有一道疤。问题就是这是哪名球员，然后那场比赛是发生了什么事情。额头有一道疤，像二郎神一样。三二一，好，那你的倒计时过后都没有答出来。其实这题的答案非常简单，就是克莱汤普森单节37分之后的那个动作。哦，这样是不是有点印象？对，这是发生在这赛季的一个场景，然后这名球员他是在替补席的一名球员，然后他寻求击掌，但是他被无视了，只能自己和自己化解尴尬击掌。请问这是哪名球员，然后他是被谁无视的？ Steve。 我是瞎猜的，这个是库里吗？然后被不对，库里今天没打。这道题的答案就是凯文杜兰特。篮网队丁威迪完成一次关键球之后，丁威迪没有见到杜兰特这个想击掌的动作，直接从他钻了过去，然后杜兰特就自己和自己击掌。应该你们都有印象吧，那个对对对对，我觉得文强动作都太简单了，但是他的题想的特别难。我的这个问题，我先会把这个相关球员的衣服穿上。这个动作很简单，你们只需要说出这个动作的英文名字是什么。文强 ，Shimmy Dance。Yeah, it's great. That's very good. Very good. 我们三个人都来一个 Shimmy。Yeah, 还是我做最好。下个问题的话，其实这个动作你们都见过，因为最近在纪录片里面出现过，但是我想问的是他为什么做这个动作。来，嘉文。那这是乔丹在对阵开拓者的季后赛里面，然后投进了那个连续投进了很多个三分以后，然后做了一个摊手的动作。对，这个题算是嘉文答对了。其实他是因为打破了一个 NBA 记录，他在上半场进了六个三分，是当时 NBA 总决赛的一个记录，太火了。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himself。我的这个动作的话非常经典，但是呢，你们要告诉我是谁做的动作，并且是在哪一年哪里做的这个动作。但这个动作因为非常高难度的一个扣篮，所以我只能给你们来一个慢镜头接地板的一个版本。
好，嘉文。这很显然是 Vince Carter 在2001年扣篮大赛上做出来那个扣篮，就做了一个这样的庆祝动作。对，当年卡特2001年的扣篮大赛在加国恩球馆，然后给了我们一个非常经典的表演。这个动作是关于我身穿的这个球员的球衣啊、你们看见吧？关于林书豪的这个问题，就是说当时的对手是谁？好，我现在来表演一下他的动作。文强。对手就是多伦多猛龙队，当时他林书豪是零封狂的时候，他完成了一次绝杀，在多伦多，而且是客场。正确的。我觉得 Steve 选材选得特别好，而且表现得也比较出众，但是是不是有点太老了？我觉得 Steve 刚做的那些动作都是在有道具辅助之下完成的，就比我们两个人会有优势，所以不公平，不公平。这都是我的优势。现在呢是嘉文处于领先，但是现在的结果不代表最终，我们最终也会在网上征集网友们的意见，会大家来进行投票。如果喜欢我跟 Steve， 来给我们投票吧。体育日常创作及前线独家内容，请关注纸媒观察员。原创体育精品视频，请关注纸媒出品。